Li Xun, Zhu Yun, and Gao Jinhong 3 years 内 不得参加比赛。 宣布完毕。你向我道歉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如果你能在今年比赛的开幕式上当众向我道歉，承认你当初的所作所为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污蔑了我，损害了我的名誉，那我可以考虑一下。 你的2句话换高建宏一辈子的大好前途，我不过分吧？好啊，我答应你，我可以当众道歉，但不是给你，方志敬，我劝你最好答应。如果让我发现。 你在背后有什么小动作？上次我放过你，要是还有下次，我一定会彻彻底底毁了你。你别跟我说这些，不信。在此，我代表南湖大学热烈欢迎各位的到来。这次大赛，我说两句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迅。在座的各位应该都还记得，3年前的那次比赛，因为我的个人意气，做了一件不符合比赛规则的事情，扰乱了比赛秩序，给各位赛友造成了影响和损失。是我怕负责任。 还是你怕负责任？在此，我要向大赛组委会和每一位参赛选手道歉。我也真诚地希望，这样的事情再不发生。谢了，等我 offer 下来，请你吃饭。 不差你这顿饭。大家好，既然李寻同学主动说到了这，那么我也就代表组委会来宣布一项我们近日做出的决定。因为我们接到举报，所以组委会非常重视。 专门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，确认李寻同学3年前破坏比赛秩序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属于违规。组委会决定取消上一届与他同组的朱运和高建宏的一等奖的名次。 李寻、朱韵和高建宏3年内不得参加比赛。宣布完毕。你想干嘛？方志敬，以后无论你去到哪儿，做什么。 都不可能成功，因为我会一直盯着你，直到你付出足够代价。